云早排去韩国做嘢，原定21号翻嚟，不过航班不停取消，转咗3次机票，呢日终于先翻到嚟。好彩翻得嚟及时咋，如果唔系就要隔离14日噶啦。去咗十五日。我情人节嗰日到嘅，喺韩国。咁我好得意，我到嗰阵时其实我都要申报身体健康嘅，我要 download 一个 app 试下有填咯。之后翻到香港又要填个，冇。因为我都冇去人多嘅地方。你有冇去过嗰几笪地方啊？大邱啊，平常北路啊？冇，我净系去咗首尔，咁我净系江南啦。但係江南因為江南好多地方都唔俾香港護照同埋台灣護照啲人入，即係好多餐有啲餐廳都唔俾入，所以我都係 stay 喺明洞啊、華大啊、江源道。咁我係5日即係滑雪，所以都喺江源道咯，係咯。咁雪山都好空曠咯，冇咩人咁樣。一個人喺韓國，老公唔擔心你咩？佢冇擔心你啊！我個人係好細膽嘅，你知道我係細膽到人哋一堂嘅滑雪，我可能要學3堂，我先至可以落葉咁樣飄落去得嘛。即係我係細膽嘅，所以佢知道我又唔會去多人。擔心你安全、健康嗰方面。因為我唔會去人多地方嘛，我細膽啊嘛。即係如果我自己傾生意接單啊，或者係即係滑咗雪、滑完雪好攰啊，其實我都係自己一個人喺酒店食嘢。哇！而家連啲 resort 個桑拿都係得我自己一個噶啫。咁翻到嚟香港係咪自己都會隔離啊？我會，咁會嘅，即係唔會見咁多 friend 屋企人啊咁樣，梗係即係你自己嘅心都會唔想人哋會擔心啊或者點咯。